我的小姐呀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两个把楼上啊，叫小姐倒在楼上啊，把鸡来冲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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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一句话，这才爱倒在了酒楼棚。小姐呀，你看看四方真心准备。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把点心都准备好了吗？桌子上面我明明把四盘点心准备好了，他怎么那怎么就没有了？我，你个死丫头，我都对你说了，让你给我准备吃的，你倒好，竟然不准备。不准备也就算了，突然还骗我。哎呦，小姐，我确实准备好了，你不相信，这茶壶里边还有水呢。你咋着？这茶壶里边也空了。我这水难道说自己就没有了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说，小姐，我确实给你，哎，小姐，你看，只有两个元宝，还压着一张纸条。这谁丢这的呀？您看看。叫我看看，小姐，您瞧。嗯，哟，这字写的还真不错。对，这字写的真漂亮。您看这字写的，那，你认识吗？要不你看看。我不认字儿。你不认字儿，你伸着个脑袋看什么呀？看。我。行了，站在一边。哎。让本小姐好好瞧瞧。啊，那您瞧瞧啊。嗯。哟，一看这几个字啊，就看得出。这是出自一个男人之手啊，这字写的刚劲有力呀、啊。哦，明白了。官分明，官分明啊！纸条上字字行行写得明。写到家住在绍兴，皇家岗上有门亲，那爷爷名叫黄三太。名叫天霸黄春风，他的娘名叫阴风阴啊，他的名讳黄九龄，说什么到底坏了去个肚中饥饿来喽。他把我的点心用、啊、留下了纸条和元宝当证明，早就听说我黄天霸他是个大英雄，可就是没见过九龄他的面啊。
他年龄有多大，他的模样长得精不精，为什么老天不帮助啊？老天哪，你为啥不让我见见他面容？好姑娘，阎王书信之烦呐、小姐。就把小姐叫、连把小姐叫几声。小姐，这上面写的啥呀？嗨，跟你说了呀也没用。行了丫头，我知道这点心是谁吃了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今儿个呀、心情高兴，那今晚上我就不吃东西了。您那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房歇着去吧、那我就睡觉走了啊。哎，走吧。哎，丫鬟一扭脸睡觉走了。这丫鬟睡觉走了，小姐这才拿着黄九龄留下的这张纸条对着灯光，她看着这几行字，她想象着黄九龄的模样，她心中暗想，这个黄九龄到底长得多俊呐、多好看呐、是不是也像他爹一样，也是人有人才，貌有貌相呢？这姑娘光想着这些事儿了，也忘了上自己的楼门。这姑娘正拿着纸条想着心事，咱们暂且不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见高家寨的外边黑暗当中，嚓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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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嚓，跑过了一个胖大的和尚。这个和尚年龄30来岁呀、身高8尺，肚大十围，脑袋瓜剃了锃明瓦亮，也是满脸的横肉，鬼鬼祟祟呀。那位说这个和尚是谁呀？出家龙潭寺，名叫李宝。李宝干什么去？要赶奔高家寨去找这个姑娘高桂英。那我这找姑娘，是不是姑娘给和尚有私情啊？不是，因为这个和尚白天跟着自己个同伴路过高家寨，正赶上姑娘开开楼窗亮风。这和尚抬头一看，有一个姑娘长得漂亮。这高桂英呢也看见和尚了，这和尚长得特别丑，这姑娘腾就笑了一下。姑娘笑啊，是笑这个和尚长得丑，可是姑娘这一笑，和尚多心了，愿是不是这个姑娘相中我了？今儿晚上我找你来。所以这个李宝啊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又赶奔高家寨来找高桂英。这一回不找高桂英百活不说，一找高桂英可就热闹了。前东啊，又找这姑娘高桂英。我找姑娘的陈情卷呐、然后来今天晚上我一觉给她睡到天明，睡到天明再回转呐。后来我们两个那个恩恩爱爱多有情，自
上他漫步往前走，和尚满腹豪情高家寨，一句话姑娘的酒楼面前听，和尚来到酒楼下，娘的姑娘楼上边还点着灯，晚上还没睡觉啊，肯定等着我呢。和尚这才来到楼近前仔细一瞧，不但点着灯，连楼门都没上，还开了一扇。哎，奇怪，大姑娘三更半夜为什么睡觉不上门呢？我明白了，这真是他新社会的新风俗，他新社会的人，新社会的大姑娘，她睡觉不关门。为啥不关门？里边等情人。谁是他的情人？我是他的情人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上去了。和尚这才呀，从楼梯口就给爬上来了。为什么爬呀？由于身体过重，肚子大的好像狗熊，怕的是上楼梯发出声音，别人给听见了。所以这和尚这才来到楼门前的一侧身，就进到里边了，然后把这个楼门咣当哗就给上住了。和尚这才一撩这个暗间房的门帘，就来到了里边，一看姑娘正在那看纸条，也没发现这和尚进来。和尚一看，黄九龄，哎呀，到底长什么模样啊？美人啊，别吱声，我来了，啊！你是我？不可能！妈呀，这黄九龄不可能长这个德行啊！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哎呦，我说姑娘，你忘了啊？我忘什么了？你不是给我飘眉眼儿？你让我晚上来吗？啊！我什么时候给你飘眉眼了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让你晚上来了？哎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来到我绣楼上干什么？你赶快给我滚。美人呀，要不得我就害怕。这礼包在这里，他小英英再叫声我的美人，你要当兵啊！咱们两个白天咱见不面，我跟你白天见过面。你忘了对我眉目含情，我对你看我看你面对俺家的小莹莹，我这三更半夜睡不着觉，我找你来奔道，你这个漏洞啊！闭嘴！俺本是大家闺秀千金，怎能对你的徒弟有什么感情？你对我没有感情，为啥你哄得我笑？你对我没感情，你为何对着我嗤了一声？我什么时候对你笑了？我根本就没见过你。白天我路过你的楼下，就见你打
海路传来两封，你忘了我们两个倒在那大街上啊，咱二人你对我眉目含情啊，别忘啊。一句话把我提醒啊，倒让我想起这件事情。那一天我隆重做了亲门卷，打开了楼窗反心情，哪知道遇的那个巧事真是妙，从楼下走过来两个出家僧，一个胖一个瘦，他们两个长得可是美人心，两个人长得模样丑，看见他忍不住我就笑了一声，哪知道一笑惹下了麻烦，三更半夜来了这个秃驴僧啊，我有心给他打一架，一打一闹又害怕惊动了家郎员工，家郎员工看见了知道了，到那时才知道我的楼上三更半夜有一个出家的和尚在房中，传出去坏了我的名声，爸爸爸倒不如说句好话骂他哭，让他离开我的楼中，只要他能乖乖离开我的房内，这件事我就全当没有发生啊。和尚，想到这里把和尚叫，和尚再叫和尚你是听，我可对你说拜天安寺去叫了一下，你也不必来俺的楼中，俺真是一个黄婆大闺女呀，怎能给你出家人有私情，我告你说俺可是个贞洁女呀，绝不是风流成性的女花容，走吧你快走吧，这件事万一若是走漏风，到那时咱俩都闹个坏名声啊。美人说什么你是贞洁女，说什么在我的近前还装正经，男女都是这么一回事，我的美人啊，男女就该不正经，男人家要正经别把媳妇娶，女人家一辈子别找相公，要我说能爹能娘也不正经，要正经也不会把你来生。闭嘴秃驴，你本是个出家人呐、啊，出家人就该修行来念经啊，你不该就把半斤重，更不该调戏我高贵呀、啊，说出这些话你真不要脸，奴家都替你脸红，我告你话你就该扫地不上路一领，爱惜飞蛾上草灯，你快走吧快走吧，只要你走，今天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，你要真来了不走，再说不正经，你可知道本姑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我练就一身好武艺，热闹我给你来个不留情。说什么这里想不中我，
要不然你陪我过一晚上，你看中不中？不中。要过不了一晚上，过半夜。半夜也不行。你就是过一会儿，那也行。啥会儿也不中。我好言好语把你劝呐、啊，你还想等着鼻子你把脸等啊？你要是再来的，你还不走啊？我真要对你不留情。你对我不留情，你想怎么样？大姑娘。唐娘娘这才卷出剑清风，这才拔出他的剑，照定了和尚四斗。别，哎呀，姑娘，你要杀死我，你想过后果没有？后果啊，我把你杀了，我为我们这些妇女除了害了，这就是后果。姑娘，你要把我杀了，天一明从你楼上边拉出一个死和尚，到那个时候这街坊邻居都在议论呢，和尚为什么死到你的绣楼了，到那个时候你跳进黄河你也洗不清。你什么意思？所以啊，我的姑娘，这今儿晚上啊，就咱们两个就过一会儿也行。闭嘴，我告诉你说，你要再给我胡说八道，我可真对你动手了啊。动手！你要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喊人了。你喊人？喊什么呀？啊！我把人喊来之后，我就说你的秃驴要非礼我，然后让人家把你给抓起来送到衙门里面去。你得了吧！你一喊人，你喊什么？来人呐！我楼上来和尚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街坊邻居那都在议论你。人家和尚别的姑娘绣楼不上，为什么上他的绣楼啊？这我就说呀，咱们两个人早就有了私通了，我守着街坊邻居，只要他们一来，我就说咱们两个相好了一年多了，你还让我的小和尚了。你啊，你不要脸，你浑身是嘴，你也辨不清了。来呀，这个臭流氓，你这怎么办呢？我要是喊人，真怕人来了，虽然说我跟和尚没什么事儿，可是这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呐！这和尚这才呀，往前一刹身，咕咚一下来了个扫堂腿。这姑娘啊，眼下脑袋瓜不集中，被和尚这几句话给激得不知道咋着好了，冷不防一个扫堂腿往上这么一上，咕咚一下呀，这姑娘啊，没等他还手就被打倒在地了。然后这个和尚来了个张飞大片马，砰一下骑在这姑娘身上边。大姑娘现在想喊，和尚一伸手砰把嘴给堵上了，你喊你也喊不了了。姑娘被和尚压到身体下边，想着翻身也翻不过来了。为啥？虽说姑娘会武功，但是这个和尚体力壮啊，这和尚的膘横肉肥，论斤称360多斤呢、啊，上前抱着姑娘来吧，抱着姑娘就亲呢、啊。大姑娘是拼命挣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间房桌子下边气坏了小少爷黄九龄，黄九龄的就在桌子下边啊，气炸灵根被琐碎，口中压心眼里边想：和尚你算什么东西？黄九龄这得蹭一下从桌子下边就给窜出来了。他一撩暗间房的门帘，这和尚撅着个屁股正在那亲姑娘呢。对了，黄九龄一看这个秃驴和尚啊，这出家人竟然调戏良家妇女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件事今儿晚上让我给遇上了，这真是巧了。我呀，他治治这个秃驴。黄九龄这才照顶和尚那个屁股上，然后抬起了腿，说了一声：“你去你娘的吧！”啪！他一脚，和尚亲锅了，亲到姑娘头顶上边了，啪一下，鼻子给抢到地上边，把鼻子都给摔破了。和尚一扭脸，来，做贼心虚啊！再往外闯，黄九龄堵着门呢。
这和尚这才慌不择路，这才来到了窗户近前。为啥梳妆台靠窗户放着呢？和尚一纵身上了梳妆台，脑袋瓜往外就钻。你先把窗户门给打开呀、啊！打怕了，打慌了，打失急了，咣一下把脑袋往外就钻，出力上身给钻出去了，下身出不去了。咋的？这窗棂子撞散之后，和尚下身的肚子特别大，这肚子挂住窗棂子了，这咋着也出不去了。哎呀，这个秃驴和尚在这是钻头不固定，手刨脚又蹬。这黄九龄心中暗想啊，像这样的出家和尚活着根本就没用，今天虽然要不了他的命，我也得教训教训他。黄九龄这才从自己镖囊里边噌就掏出了一只金镖，然后照定了和尚的大屁股，说了一声：“和尚，你给我照！”啪，这一镖刚好打在这和尚屁股当中啊，也不知道打在哪儿了。这和尚疼得哇一声惨叫。你别看这么一疼，还真帮了忙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一疼啊，肚子里边大肠头、护肠油、心肝肺挂骨等哇往上这么一拥，肚子自然就小了。这窗棂子没挂住，气里糊涂，和尚给摔下去了。什么？出楼了。他这么一出楼，黄九龄说了一声：“秃驴哪里走？站住！”好，姑娘，姑娘别叫，我是好人，我跟和尚不是一伙的。闭嘴！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好人，我看你长得就不是那好人的相。哎呀，姑娘，既然你是好人，为什么三更半夜藏在我的绣楼之上？是不是和和尚是一伙的？我那和尚是不是你爹？哎呦啊！我说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黄九龄。刚才在你楼上面吃饭，我给你放下两个元宝，我给你留下一张纸条。我接黄金霸，我娘尹凤英，我爹是男的，我娘是女的，我是男的。啊，不知道说啥好了，自己慌忙解释：我爷爷黄三代，我爷爷也是男的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我就是黄九龄啊。你叫黄九龄？对，我刚才吃您的点心，我没出门，我藏在外间房桌子下边了。姑娘，你放我走吧，我绝对是好人，我去追赶秃驴去啊！站住！您真是黄九龄？对，我真是黄九龄。这元宝和纸条是你留的？对对对对，那元宝是我留的，那字儿是我写的，要不然你对对笔宗啊？不用对了，不用对了。嗯，看得出你是黄九龄。